变化。嗯，张稀哲是打到右边前卫的位置，朱一帆和徐亮稍微有一个换位，徐亮现在是打前腰。哦，小马丁，哇，漂亮！小马丁在之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情况下，在几次出现传球失误的情况下，打进了一个世界波的倒挂金钩。乔尔的传中，小马丁倒挂金钩射门，这个球是后卫对他的防守松懈了，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身边进行干扰，他可以舒舒服服的打一脚倒钩射门。这个球应该是年度最佳，虽然中超联赛还没有打完。马丁内斯又是选择了一个最难的进球方式。对，之前呢有很多非常简单容易的，他很不喜欢。2-0，2-0，第75分钟，马丁内斯把场上的比分改写成了2-0，乔尔。